开离开如花落见本来、哦、如日山如日落只生死、哦、如不爱就别活就别见哦、oh, oh, ， oh, 说了太多誓言，求了太多永远。现在，现在，一火之城正在我面前，在经历的轮回，我只说为了这样明白一见。脱下你的自尊，只能想过我而言，这世间有多美，我也在乎坚持。谁在被四月的冬夜看不见你在暧昧有他的乐曲的三股还原鬼这世间最邪恶的爱情叫做永远这偏见这世界人家的都别解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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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千年前武帝神器守护下大陆后龙族首领祖龙协助人类建立了云锤帝国帝国东临淡海这片海域由西族和玄水教共同守御平静千年如今海面下波涛汹涌危机又起等待了千年黑暗即将降临在这个卑劣的世界这么多厉害的怪物都被我打败了下一个就是你了蛋蛋你说对不对蛋蛋不好意思，请让一下。过两天咱们得靠岸，这儿的淡水快满了。蛋蛋，蛋蛋。你好，我是小鹿。怒灵的驱魔师蛋蛋你是他的主人你的海螺好厉害还会唱歌是我在海边捡到的姐姐说他的歌中有淡淡的忧伤蛋蛋、嗯、童光不是和你说过、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吗姐姐你是童光的姐姐你好我是
要使用法术。嗯，一股很强大的魔气正在靠近，已经来不及了。又看到了，通过。先躲起来。就让本驱魔师来好好的教训你们。姐姐，童光，不要乱跑。小美人，让我来陪你玩玩。
我来了，别怕。不会不认识红莲蛋吧？别让他发枪。关门嘴，让别人家跑了。让你们尝尝我的红莲焰火。好看吗？好看，但是打都会好疼的。人家还不会啊！小白，那小白呢？那小白等等我。
来。哎，我。童光他不见了，奇怪啊，图明，抱歉，我来迟了。通光被人掳走了。你放心，我一定尽力帮你找到通光。有童光失踪的线索，不错。遥望整个西域湾，能为我们解惑之人，恐怕非他莫属。父亲，啊，搞半天，你说的人是你父亲啊？不得无礼，这是西族族长。什么，族长？那你不就是……世子？哦哟，玄水祭司到访，所谓何事？姑娘，今日海妖作乱。我妹妹童光在混乱中无故消失了。千年之前，玄水教与我族便再无瓜葛。贵教的人失踪，何故求助于我西族？父亲，当时童光手中持有我族的罗霄。嗯？啊。这歌声之中竟然饱含着千年前的怨气，这应该是海底沉船封印中的罗霄，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实？是否千年前的封印已经松动，统光失踪一事恐怕也难逃干系，请族长允许我们前往沉船一探究竟。为了你的妹妹，居然想要进入我族圣地，你果然和当年的祭司营一样自私。沉船之地受我族保护，先人灵魂不能被惊扰。父亲，近日海妖连番肆虐，如果沉船封印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我们不解决问题，有朝一日
沈墨真的会冲破封印，该当如何？住口！你忘记朝氏一族的牺牲了吗？朝氏一族，董珂，你说不让进就不让进啊！本区魔师自有妙计。你在做什么？规矩要让会长老头高兴。刚才那个笑话可是我独家原创的。他高兴了。你坏了规矩啊。喂老头，拿了这么多好处，不如这次的红莲业火弹给折扣呗。祭司大人，您妹妹失踪一事协会已经有所耳闻，这件事恐怕不是你们所见那么简单。愿闻其详。不知祭司大人是否听闻到沈魔复苏的传闻？沈魔封印已有千年之久，现在有传闻沈魔要冲破封印，需要一个盛大的仪式，更需要一个契机。喊妖倾巢出动袭击百姓，便是他们的仪式。不仅仅是这些，恐怕您妹妹的失踪也是与之相关。啊！等等，你们说的圣魔究竟是什么呀？父亲，千年以前，圣魔祸乱世间，西域湾风浪大作，海妖肆虐。我西族大祭司西岐与玄水祭司营决定将圣魔封印，为此朝氏一族倾全族之力相助大祭司，最终我族还是战胜了圣魔。战胜我族大祭司和朝氏一族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牺牲换来我们今日的安乐，这是一曲勇士吟唱的英雄赞歌。你真的是这样觉得吗？父亲，千年之前的牺牲是我族的切肤之痛，但如今海妖肆虐，圣魔复苏的谣言四散，带着潮湿歌声的罗霄凭空出现，事事都指向沉船封印，我身为世子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也许你说的对，英烈的意志需要有人继承。守卫英烈，保护西族，在所不惜。父亲，请让我为了西族进入沉船。既然如此，你便去吧。
二位请看，据我们所知，近些年来此处魔气积聚，应该能探寻到你们想要的答案。这是封印沉船的所在。不错，古书记载，这正是当年的封印之地。这个沉船我去定了。事到如今，即便是得罪西族，也必须一闯。告辞。小子，看在你保护了协会的商船，这颗子弹就当是送给你了。来，得得。谢了。沉船乃我族圣地，虽然封印千年，但当中的怨气依然存在。西风，你不可惊动英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既然已经来到这里，我不会退缩。我要勇往直前，去探寻西族的精神。就是地图上的位置。你怎么还是无法进入。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哼，不要紧，我开一枪把这儿炸开。就知道咱们攻无不胜，无所不能。深海之力，你究竟是何方神圣？给您解开封印就好了。你的问题好多呀。通光，等着姐姐。
五十一族的英灵。是你们？意外吧？谢谢你，同名。不必，擅闯禁地，还望原谅。不，这是我朝氏一族英灵，只是失去了理智。你想干什么？快把同光的海螺还给我。哎，等等。这是你送我的礼物，你还记得吗？我们说好，萧来天说，琴声海波，一箫一琴，又为何歌？丹丹，魔来袭，西氏与朝氏竭力对抗。我，朝氏圣女
朝歌。我西族大祭司西岐，愿以我们的一切守护西域湾的安宁。海之女神，击碎这黑暗吧。朝氏圣女朝歌。胡说吧，这么重的魔气怎么可能是圣女啊？她就是朝氏圣女。千年之前，朝氏圣女与西族大祭司西岐联手封印了圣魔，他们的牺牲换来我们今日的安乐。这是一曲传唱千年的颂歌。不，不是这样的。圣魔封印不顾，西族永无安宁。朝氏的牺牲，你我的牺牲，就都将功亏一篑。不，不，不要哭，朝歌，这是我们的使命。
所有的灵魂都将回到他们的归处，回到负荆之域。朝歌，如果我有什么差池，你就离开这儿，以你的圣女之力应该能够一闯。等了千年，而你在何处？大祭司现在究竟在何处？我感觉不到他的气息，他不在。这里的西族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魔气啊？这都是我们的错。是不是又是你乱跑捣乱？我说过多少次了，你别乱跑惹事啊！是谁惊扰我千年的沉睡？
朝歌不是说西岐已经不在了吗？那这个人是谁啊？不管了，先打倒你再说。红莲业火弹。他已经入魔，不再是你们西族的大祭司。无论他是不是大祭司西岐，你若杀了他，我们都会被困在这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忽然就到这里来了？这是海魂珠之内封印圣魔的地方。哎，你是谁啊？哎，你的武器看起来很厉害吧？切，冰块了不起啊！刚刚他用的是洛书，这个人难道是？身上的魔气被暂时控制了。大祭司西岐，你是我的继承人。哼，他可是你们西族的世子。大祭司，我是玄水祭司童宁，来此追寻圣魔封印的真相。玄水祭司，
这样全拜当年玄水祭司嬴所赐。大祭司一千年前已经为你们牺牲，和我谈牺牲，要不是赢，朝氏怎会尽折于此？我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大祭司，千年已过，追责并无意义，但如今圣魔封印破坏，淡海命悬一线，西族与玄水教应当同仇敌忾。好一个同仇敌忾！当年祭司赢与我族约定共同镇压圣魔，他承诺会将圣魔彻底消灭。反悔，只能与圣魔肉身，留下圣魔惊魂。我一定会回来，千年之后，定让你们血染。为了封印圣魔，我进入海魂珠，发动了十之死境，将我们全部禁锢在最后那一刻时空之中。十之死境，不错。十之死境之中，无生无死，无始无终，一切生命都如同死灰。然而，十年前，圣魔的精魂挣脱了封印的禁锢。你是说，圣魔已经复苏？不，圣魔距离复苏还差一步。西族看起来还准备王康到底呢。哼，这世上的一切在吴王归来之时都将不堪一击。别让这些魔物跑了！你们为何要袭击西雨湾？哼，臭老头，都快死了还这么多废话！大哥，救我！
再袭来。你们是世魔的爪牙？你不算太愚昧，可惜迟了。你们赐予无主的痛苦，今日加倍奉还。众人听令，誓死保卫西域湾。是。千年了，我将自己锁在这不见天日的海魂珠内。然而，我发现，凭我的力量，竟然无法封印住圣魔的恶灵。什么？难道海魂珠也无法锁住恶灵？圣魔肉身虽毁，恶灵法力却是不亏反增。如果封印不善，将会前功尽弃。什么声音？好像是五族阴灵。为什么这样对我们？我好恨，好恨！你怎么这样对我？好痛啊！我好难受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失去了潮汐之力。潮汐之力？对，西族人体内的潮汐之力。潮汐之力是西族本源的力量，如果被吸取或吸收太多，就会魔化。难道？想看更多动画情报吗？关注天域动画官方微信微博，最新资讯、幕后揭秘应有尽有。小洛船长，多拉些陪葬者。你吸收了西族大军的精元，就能敌得过圣魔恶灵？难道是谁之死境？符经之语，我心玄灭，无涯无尽，谁之死境？无尽之语，我心玄灭，无涯无尽，时之死境。我应该猜到的，拥有海魂珠并能溃破时空玄奥的人，只有你，西族的大祭司。是我亲手加害了他们，是我辜负了族人。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可是
这结界持续千年之后，圣魔终究还是逃离了禁锢，而你也没有逃脱魔化的结局。还有更好的结局吗？事情安稳了千年，可是千年之后的今天，我等到了你们。世道轮回，结局即是开始，只是代价有点大。那么多人，还有外面那个圣女，她在等你。你说什么？朝歌，以他的力量，明明可以逃离这深渊。西七，你不要过去。不要哭，朝歌，这是我们的使命。所有的灵魂都将回到他们的归处，回到负荆之域。我会等你回来，我会一直等你回来。我愧对于他。怎么忽然地震了？这不是地震。那是什么？这是夜神魔呼唤而生的水龙卷。随您一起前去。我有一族之长的使命，而你也有你的使命。快去找西风。圣魔复苏，我们又该如何抵抗他？
孩子，我有心可以换心，我有命才可以抵命。时至此境已经开始破碎，这座沉船已经存在太久，它终将化为海中的浮草。用我最后的力量，希望能送你们离开。不可，你会神形俱灭。我早已不属于任何地方，没有归途，也忘记了来处。集中精神。西岐，我当你，无论百年、千年、万年，我会一直等你。生海波，一笑一泣，有为何故？那个冰块脸怎么不见了？啊！怎么回事？不，西风，父亲，
伤吗？痛苦吗？这根本不够，不够偿还你们当年对吴王的所作所为。西族和玄水教都是献给吴王圣的祭品。哎西风，你振作一下。唯有心可以换心，唯有命才可以抵命。西族的传人，我以西族大祭司之名，将海魂珠赐予你。父亲，为了大祭司西岐，为了牺牲的朝族，为了西族苍生，以海之魂化为云雨，升腾于天，落降于海。赤瞳这家伙跑了，西族人能存活下来都是靠着老族长的牺牲和海魂珠的力量。是啊，族长是为我们而死的。面临灾难，我才开始明白大祭司的无奈。他把海魂珠交给我，或许早就已经料到了这一切。这都是注定的吗？我虽然无法完全认同他的做法，但我相信那是一种更加艰难的守护。族长和大祭司将一直传承于你，是让你能肩负起西族的未来。父亲，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心之语。今日我以海真女神的名义起誓，我西宁谷之子西风将继承先辈遗志，守护西族子民永世安宁。族长，既然海妖已经平定，我和小洛就此告辞。是着急找你的妹妹吧？我总觉得这次圣魔袭击西域湾并没有那么简单。赤瞳，他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忽然撤退？千年之后，定让你们血染碧海。你的意思是障眼法？没错，找西族寻仇不是他们的目的，圣魔是前任玄水祭司一手所造，这一切的恩怨都指向一个所在。迎川，迎川居于内陆，他们很有可能会先占据一个离迎川最近的海滨城市平海镇。同光，能听见我吗？醒醒。小洛，是你吗？有人吗？有人吗？大家都上哪儿去了？有人没有？想不到海妖出手如此之快，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没有人就算了，怎么连个海妖都没有啊？你料得不错，圣魔确实在打平海镇的主意。可是他们明明得手了，为什么又放弃了？只怕是他们魔高一尺，却有人道高一丈。你们可是在找什么人？通光，你到底去哪儿了？是谁把你抓走的？我的娃娃呢？姐姐帮你收着呢。是谁让你碰他的？他是我的娃娃，我的娃娃。通光，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认识我了吗？他只属于我一个人，你们谁也别想抢走。他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通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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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放心吧，只是昏睡过去了，让他休息一下。多谢你救了我妹妹，还有前日在沉船中出手相助，还未请教阁下尊姓大名。在下玄吉，号游历四方，这次也只是碰巧相助，还请大祭司不必在意。我的风头都叫那个冰块脸给抢去了，这不公平，不公平！丹丹，不如你变个妖怪让我打吧。
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果然是你。你最好少管闲事。现身吧，圣魔。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已经被圣魔附身。就算是这样，那又如何？我的傻姐姐，明明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却偏偏不肯承认。这一次，不知道又要害得多少人白白赔上性。这大概就是世人所说的姐妹情深吧，真是可笑，我才不稀罕。不如今夜干脆做个了断，你杀了我，从此再不用费心劳神，我全当用这条命还了你的恩情，黄泉路上绝不会怨你。通过，有姐姐在，别怕。虚情假意，到最后还不是抛弃了我。通明，妖怪把他弄成这样的，是圣魔附在了他体内，被我用海魂珠的力量暂时压制住了。圣魔如此恶毒，专门挑柔弱的瞳光下手，还趁机挑唆我们自相残杀。再这样下去，我担心瞳光的身体会承受不住。恐怕他承受的远远不止这些。我绝不会让圣魔夺走的，拜托各位帮我把瞳光安全地送回银川，在那里我想我有办法可以救他。桃夭灼灼，落红纷纷，宗主故地重游，莫非又在睹物思人？圣魔复活，危害一方，西域湾、平海镇，我们都未能及时相助。迎川若再有事，我们怒林当真是犹如祖龙遗训。
宗主不必太过思虑，等玄水祭司一行人到来，相信事态就会明朗许多，到时再做打算不迟。以先生之见，圣魔这次作乱是何缘由？当年玄水祭司营召唤出水灵兽圣与他同守营川，化身为少年的圣对营死心塌地，却徒遭背弃，一念成魔，纵使万般不舍，终究难成正果。千年前的一段孽债，到底是报应到这片土地上来了。看来迎川这次在劫难逃。因果报应本就难逃，怕只怕圣魔的复活也并非偶然。或许和十年前发生在此地的那桩旧事有关。十年前的旧事？先生的意思是，十年前黑帝力量的异动触发了圣魔的苏醒？先生，不妨事，虽然只是猜测，但也并非妄言。苏醒后的圣魔也许因此察觉到了黑帝力量的存在，遂生恶念。黑帝之力源于水，故能随心掌控水，且能利用水制造莫测幻境。如果圣魔利用黑帝之力的异动趁虚而入，将其引向扭曲视听、蒙蔽人心的邪途，只怕今日你我眼前的这一片繁华盛景，迟早会变成修罗战场、无间地狱。如此说来，我这就前去接应。身边宗主诸事小心，万无大意。此处离迎川也就还有半日脚程，大家休息一下吧。嗯，累了吧，待会儿换我来背。哎呀，要是现在能喝上一口甜甜的山泉水，那该多好呀。不可久留，快走！周围全是大雾，连路都看不清，往哪儿走啊？小洛，
妖，是海妖！今天谁都别想抢我的风头，妖怪，放马过来吧！我要让你们见识见识谁是真武器魔师。公主小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雾气，黑地幻境。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还击。小洛，你仔细看清楚，我是怒林雷霆。根本不是小洛，是海妖，为宗主报仇！杀！不对，这行动的方式，握武器的姿态不对劲。杀！是你。我们全都中了圣魔制造的迷障。西族长，快用海魂珠将瞳光彻底封印。一动！小洛哥哥，救我！救我！臭小子，在做什么？小洛，快住手！放下枪！我绝不能再受伤害。宗主，你没事吧？玄奇，大师兄，睁大眼睛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竟然把枪口对准自家兄弟，对准雷霆！臭小子，难道你想背叛怒林，欺师灭祖吗？小洛，你实在是太鲁莽了。大师兄，我只是想救瞳光。玄奇，你个笨蛋，算什么驱魔师啊？小洛，现在追上去，也只是白费力气。别担心，那小子迟早会回来的。玄水祭司，事到如今，你还想再继续隐瞒下去吗？关于瞳光的事，我希望你能坦诚相告。这本是玄水教教内之事，不过事已至此，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圣魔想要的就是瞳光身上的黑帝之力。瞳光自出生起就继承了黑帝之力，他自小体弱，而这神力日渐强大，难以承受，超出了他的控制。终于，十年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黑帝之力彻底失控。你这个魔鬼！
魔鬼不停地祸害生灵，请飞燕要我选水，渡此劫难。身上爆发出的黑蝶之力绝非常人所能估量，我根本无法抑制住它。危机关头只得求助柳先生，借悬空居法阵合力将黑蝶之意封印在了瞳光体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身体便停止了生长。我天真的以为从此便可相安无事，没想到还是被圣魔看出了端倪。这就是他为什么偏偏要附在瞳光身上的原因。刚才的雾气幻境就是他利用瞳光体内的黑地法力制造出来的。我必须尽快救出瞳光，阻止这场灾难。你可曾想过，如果一旦驱魔不成，反而会激发圣魔的力量，况且瞳光根本无法控制自己，黑蝶力量一旦失控，圣魔就能利用它危害银川。你不能为了私情而罔顾苍生。可我永远无法像你一样竟可以亲手杀死至亲。他们已然入魔，就算一切从头来过，我也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若连心中最珍贵的人都无法守护，何谈苍生。这一次不管是瞳光还是苍生，我都不会放弃，无论付出任何代价。童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十年前我无法阻止你，看来十年后也是一样，我只能尽力防止最坏的结果了。诸位，事不宜迟，柳先生已在银川悬空居等候多时了，赶紧上路吧。是大祭司回来了。哎呀，大祭司怎么把那个灾星又带回来了？要小声点，不要大祭司引惊，那可是他的宝贝妹妹。丢什么？当年我的丈夫就是被这个妖怪给害死的。
说这悬空区是神羽书院为了研究悬空区法阵和黑帝神器而设立的。不愧是群书呆子住的地方，真没意思。哎，他们在那里。刘院长，西族族长西风拜见刘院长。老夫在此恭候诸位多时了，没想到此事竟惊动了地舍龙将。学生玄吉拜见老师。没想到此事竟惊动了地舍龙将。学生玄吉拜见老师。哼，怪不得那冰块脸这么臭屁，原来是个地舍龙将啊。地舍就是我们云锤帝国的军队，龙将呢就是地舍的老大，想不到那家伙这么年轻就……哎，我跟你说这个干嘛？说了你也不懂。原来你就是地舍龙将，难怪在刚才的混战中一眼便能识破机关。哦，正如先生所料，圣魔已经察觉到了黑帝力量的存在，将元神附在了瞳光体内，就在刚才来的路上还制造迷障，要不是龙将大人提醒，我们大家恐怕全都得中招。我也只是尽些绵薄之力罢了，此时的关键还是多亏了西风族长用海魂珠将圣魔封印。嗯，海魂珠也只是权宜之计，一旦圣魔元气恢复，随时可能挣脱。玄水祭司，如今银川有难，而令妹仍难逃一劫，是令妹重要还是苍生重要？聪慧如你，想必不会犯糊涂吧？他们不是想放弃瞳光吧？哼，可恶的冰块脸，龙将了不起啊！你说是不是啊？哎，还请柳院长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性命守护瞳光和银川。通明，十年之前我亦有责。唉，圣魔祸乱苍生，任谁都不能独善其身。玄水祭司既下定决心，此事须当尽快处置，要以黑帝祭坛做法，将圣魔之海彻底扫除。但老夫有言在先，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通明明白，多谢刘院长相助。天道如此，我也只是尽人事罢了。只是这次施法与十年前不同，要想将圣魔和瞳光分离，还需要借助黑帝神器的力量才行。黑帝神器乃玄水教圣物，而动用黑帝神器之力，又将大大耗损生命力。玄水祭司，可否愿意面对这样的代价？生命之力，那岂不是……我决定祭出黑帝神器。同明，冷静一点。我明白大家的好意，但这是我作为一个结界必须做出的选择。先生，黑帝祭坛已经布置完毕。有劳宗主。
宗主似乎有话要说。这次同名擅自取用黑帝神器，遭到了玄水教上层的质疑与非议。许多人打着护法的名义，说是要联名弹劾他。你认识他多年，我理解你的担忧。信奉黑帝的玄水教已经守护神器千年了，此次关系重大，想必他也已料到了这个结果。报，有数名玄水教徒涌入祭坛。原地待命，不要发生冲突。是。明日行非常之法，不能有丝毫闪失，还请宗主费心照看。先生放心，驱魔除妖一直都是我们陆林的使命，身担陆林雷霆之职，我定不负祖龙之命。哎，祖龙之命，想当年怒林随祖龙诛杀妖魔，可如今祖龙却抛下了他的信徒，沉睡了太久。千年来怒林一直在寻找苏醒祖龙的方法，我们相信祖龙会再次降临人间，守护这片大陆。神域书院已研究五帝神器多年，近年来五帝留下的力量发生异动，再结合这次的圣魔苏醒，海妖作乱，种种迹象不得不令人怀疑。先生是说祖龙有复苏的迹象？五帝神器上残留的五帝神力或许能够反哺祖龙，令之苏醒，不过这也只是老夫一时推测。复活祖龙？先生，这是怎么？无碍，时辰快到了，我们回去吧。先把眼前的事了了，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药师之境乃本教圣物，你身为玄水祭司，竟擅自调取以为私用，你这分明就是以权谋私，亵渎本教教义。我作为玄水祭司，要借助神器消灭圣魔，解救童光，于公于私，问心无愧。请长老放心，此番无论结果如何，我童明都会给诸位和银川百姓一个交代。这
要让所有人都陪葬。童光，姐姐来了。吾以血脉召唤黑帝神器。童明，不要！加倍讨回，本是与我为敌的都要血债血偿，今天我就给你们新账旧账一起清算。参与封印圣魔的玄水祭司营，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抛弃我？银姐姐手中的水最是解渴。哎，圣弟弟的个头快长得跟我一般高了呢。在这儿呢，就是他，就是这个小子，变成会飞的魔兽，叼走了咱们的羊。杀这个魔兽！魔兽！魔兽！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到底干了什么？杀了他！就是！我是水灵圣少，守护着整个银川。只不过吃了几只牲口，又算得了什么？口口声声说为银川造福，就纵容这魔兽作恶。什么玄水祭司？
能召唤出这种魔兽，分明就是妖女，妖女。不要啊！这是我的错。走啊！姐姐，我不想这样的，我没有办法。此火本就起于玄水，你身为玄水祭司，却不能正本清源，置我等于何处？所有，而你呢，竟然为了几个贱民和别人串通一气来算计我，欺骗我，杀之而后快。莹姐姐，你好绝情啊。是，对不起，对不起。莹姐姐手中的水最是解渴。我被囚禁千年，受尽屈辱折磨，你真的以为几声道歉就算了事？凡是亏欠过我的，我要加倍讨回；凡是与我为敌的，都要血债血偿。今天我就跟你们新账旧账一起清算。姐姐这样。
我害的，都是我的错。不管不管，还记得姐姐的承诺吗？我说过会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绝不放弃。现在你醒了，姐姐高兴还来不及呢。通明，你比我勇敢，真的好像欺骗自己，以为牺牲你是为了大义，其实只是为了满足我作为世人口中完美祭司的虚荣心而已。是我错了，善，放手吧。太迟了，影，你赋予我的都已被你亲手毁去。而你珍视的，我也会通通毁灭。谁要救你？现在还手还来得及。我主人的今日全是拜你所赐，有我在，休想再蛊惑主人。主人，他的性命只能由我来了结，谁也别想碰他。师母，你作为玄水灵兽，欲杀百姓不受抵挡，反而愈加狂悖，与我玄水教义不容。玄水教义，千年前向我下毒手时，与今日玄水教恩断义绝，无用代天。今天我就要杀光所有人。丁宁，我结果了你的前世，下一
个就是你。无名助手，你不要命了？你明明都已经抛弃了我，你这个骗子。
如果不愿为爱付出，就不配拥有爱。沈，我用了千年的时间，终于懂了。姐姐，姐姐，我想，这也一定是你姐姐的心愿。我童光愿以黑帝之力守护银川，守护姐姐。拜见玄水祭司。
不好，黑帝神器。想看更多动画情报吗？